好，请合掌。南无大悲毗卢遮那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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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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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方丈。同样的，在荧光幕前的朋友，请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做旁的事，以众法故。这个我继续讲上次讲的啊。就上次讲那个密林阿舍里的他那个密教通关里面的一段啊，上次讲说这个各宗各派啊都有安心法门，可是呢，这个一般显教呢都是详于理解而略于方便，详于理解略于方便，这个。就是都是理上解啊，理上解比很详细，但是方便就是入手法门啊，入手你真正要去做的，用英文讲啊就很明白 ，hands on， 就是你手要放在那上面，也就是实际去做的意思，实际操作的意思叫 hands on 啊。那所以这个显教的那个道理讲了很多，但是。你实际去做的时候却缺少了很多的方法啊，比如说嘛，比如说讲般若心经，般若心经讲都是大道理，对啊，但是你看我那个心经系列里面，你就应该可以知道那些道理都可以化为事可以做的，但是一般就都没有讲到，经里面也没讲啊，所以你就不知道把你的手放在哪个上面，也就入手处啊，把你的手放在哪里去做，这个道理很多很多，但是你不知道手要放哪里去做它啊，但事实上那个道理都是可以做的啊。那反之呢，那比如说啊，还有比如说天台讲了很多的道理，但是等到讲怎么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问题，然后那个甚至于本宗华严宗也是一样，那这个道理讲得很深很高，可是怎么做呢，怎么把它从那个法界天上这样拉下来，拉到地球上，然后你去做，那你那个法界啊，那你可以去观想，可以去想象，可是呢你很难把它跟你的实生活连接在一起，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我将来要尝试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一切都是掉在空中啊。但是这个密教或是真言宗里面的却真的是方便有多门，它有很多很多的法门啊，那从真的，而且也真的是三根普被，上中下三根，上根人有上根人的秘法可以修，中根人有中根人的秘法可以修，下根人也有下根人的秘法，乃至于一咒也可以啊。但是如我所说的，你若学天台、学华严、学唯识。你只学一点点行吗？学一点点等于没学，是不是？你学一定要整个都学，但是真言宗就不需要这样子。你只学一个咒，乃至于就学一个咒一个手印也行，然后也跟这个无上的密法结了一个很深的缘，因为跟什么？因为跟其中一个本尊结了缘嘛。所以那既然称为本尊的话，那么一定是来世将来
就能够带你进入就无上秘密的三密相应的菩提之路之道。对，那我反之呢，那个显教所说呢，你即使全部都解了，但是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做，不是说怎么修，而是怎么做，懂吗？我们把它比较把它降格一点讲，你怎么做啊？所以你学为识，怎么做为识？对，学华严怎么样做华严？学天台怎么样做天台？那么为识呢？你看我的白法名门论经注以及白法，尤其是白法 DVD， 那就我就剖析，而且就深入了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心、跟一切的世事的连结在一起。对，所以你就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有一个入手处，而不只是一个，有很多个。对，我处处都讲啊。所以这个就是密林大师里在这里讲的啊，说略于方便，也就是说没很少方法，而且方法很难做得到啊，所以以致下手为难啊，很下手很难。那开悟匪易，开悟就不容易了。但是密宗则方便多门，随事随处皆可入手。故修行比较容易，收效也比较快，啊！但是在其中呢，关于深密的妙观，这是指一般，就是学密的哈、啊。那比较深密的，其实即使是一般的密，也都是一样，都要灌顶才行啦。深密的妙观，就非入灌顶坛以后。不能开示，也不能修行，啊，那如果随便则修则行，也就是说随便修随便行了啊，则修则行啊，就犯了三昧耶戒。密教的最重的这个重要的戒、啊、就叫三昧耶戒，啊，这梵文是这样子，这个拉丁拼字是萨玛雅这样子啊，萨玛雅。什么是萨玛雅呢？简单讲叫本事，然后再比较详细一点点叫本事愿。哦，萨玛雅是本事愿的意思。那什么本事愿呢？这本事愿分两部分，一个是佛，一个是众生。那佛的本誓愿是什么？那当然这讲起来就是就是度众生嘛。佛的本誓愿就是要度众生啊。那所以佛就不会违于本誓愿，所以佛即使有四现涅槃，那只是四现而已。那为什么要四现涅槃？因为佛如果这佛在经里面讲，如果说他一直都永久住世，那到后来众生也不修行了。为什么？今世不修，我来世再修还来得及，佛还在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一直 delay 了，一直 delay 了，对不对？我再多享受两生或是三世啊，这样子。然后或是三五世以后，反正如来大悲，然后都一直在那边，等我三五世以后再来修还来得及。可是这个三五世就无量世了，你知道？就一直拖，一直拖。所以佛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示现涅槃，让你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无常的。那佛也不是一直就在那边等你，等你来被他度，好。所以那佛的本誓愿是度众生，那众生、哦、也要跟佛配合才能被度到。对，
那怎么样配合呢？也就是也要发那个本誓愿啊，众生也要发一个本誓愿。那那个本誓愿就是说，就是发菩提心啊，不退菩提心啊，这是密教特有的啊，遵守密教戒法。什么呢？也就是说，第一个，没有施受，没有灌顶，不能修学密法，第一条。第二点，自己所得到的密法没，那不能对没有灌顶的人说或是教他。这就是密法的戒律。所以必须要这样子，也就是说密法归自于密。不要说佛说是密法，你就故意就要把它公开，对不对？乃至于说啊，不管是密咒啊、手印啊，那明明说是密法，那你就偏偏要把它公开，那就破法了，你知道吗？就破法了，啊，不遵戒律，而且破法，然后破法，那个法，你来修的话就没什么效应了，啊，所以。这样懂吗？所以这个叫萨玛雅，啊，所以佛的本事跟众生的本事，那就必须要依这个誓愿而行，啊，也简单一句话就是说，随顺佛教就对了，佛这么说你就这么做就对了，你不要故意跟他违反，啊，好，那所以犯三昧耶戒哦。那是，就是第一等大罪啊，就要下地狱的，啊，是要下地狱的，所以你们听的人就注意啊，所以叫你不要看，你就不要看，叫你不要讲，你就不要讲，比如你学会了，你就不要去讲，然后叫你不要秀给人家看，你也就不要秀，你不要故意的，啊，所以如果犯了。这个说者听者都有罪过，啊，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特地的从这个密林阿舍里的这个密教通观里面，把它提出来讲，啊，好，接着。我讲一下这个人的事情，因为讲到密林阿舍里，然后上次也讲了他的传记啊，好，那我做一个这一部分我做一个结论啊。第一个，由于密林阿舍里他的传记的那个启示啊，啊，那以及也警觉的激励啊，启示、警觉跟激励我啊。那个，我必须要比较积极努力的去做事情，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就只是大部分是随顺因缘啊。随缘本来是好的，可是那个缘如果是恶的话，你随缘就变成不好，对不对？所以你个人的缘如果不好，那你又随着他，譬如说。你的缘，目前的这个缘是没有学佛的缘，也就是说是不适合你修行的，然后那你就好，那我就随缘，我就不修了，我就不学了，这样好吗？这样不好，对不对？所以这样就是什么？这样就是顺生死门，是不是？所以你应该怎么样？要逆生死门，对不对？所以要试着要违于这个逆缘啊，唯于逆缘而多少修一些行，多少学一些佛，这样你这辈子才不会空过，才不会白受一场大苦，对不对？啊，不管任何人，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啊，上至天子、国王，下至庶民呐、啊，
就老百姓啊，那乃至于他多么睿智或是多么愚蠢，一辈子都受了很多的苦难，对不对？哎，那而且这苦呢，很平等，不是说他贵于皇帝他就不苦了，那所以也很可能更苦，你知道吗？哎，怎么说呢？他碰到那个时局不好，然后他的天下常常兵荒马乱，常常水灾旱灾，然后他人民受苦，然后又有奸臣，然后又造反等等，然后他的嫔妃大臣都常常的这个阴谋啊、哦，然后搞得乱七八糟，你说他苦不苦？那个苦比我们更苦了，你知道吧？哎，只会更苦而不哎，而且他如果一差错，一个做皇帝的人如果一差错，不是他可能就会死，对不对？可能会被谋杀、被篡位啊等等啊，啊，这都是这种情形都是很多的，所以他所面临的生命的威胁啊，啊、哦，苦恼的那种强大，那是倍于我们呢、啊，很多倍，很多倍。对不对？那所以从上至天子，下至于庶民，没有人说不苦的，所以一辈子都是遭大苦难啊。那你如果在这种种种因缘啊，事实上以时而言呐、啊，如果任何人没有反过来力争上游的话，那么他这一辈子应该也都是不是学佛修行的时候，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原因可以说，他做生意的啊很忙啊，然后很乱啊，还要应付客户啊、应酬啊等等啊，是不是啊？那么办公的也说他忙啊，然后家庭主妇啊、孩子忙啊，这个对这个还要照顾那先生啊等等啊，对不对？那也很忙啊，每个人都忙，每个人都没有时间，那对不对？啊，所以。要修行，那就是要自己想要。那我有一句话，每个人都说，我时间忙等等啊。但是我在高中就知道一句话，你说可不是这样子吗？好打牌的人，他不管多忙，他就会去打牌；喜欢打高尔夫球，他就是会去打高尔夫球；喜欢看电影呢，他还是找到时间去看电影，对不对？不可能忙到那个样子，甚至于前几天我有一个在家弟子，他做生意，他做了很多个生意，然后都很忙。我知道他很忙，大家也承认他很忙。但是他有一天，他秀给我们看说：“我在做一个这样子的动作哈，然后把脚伸直，然后往前弯。那我都是一边看电视的时候一边做。你看，他还是有时间看电视嘛，对不对？”可是他到道场来就没时间了，你懂吗？来听经闻法他就没时间了，但是他可以看一边看电视一边做那个动作了，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想你喜欢的事情，你一定不是想，是喜欢，你喜欢做的。那喜欢游泳的人，那他总会排出一个时间去游泳，对，喜欢爬山的，他排一个时间去爬山。那喜欢看书的也是一样，不管多忙，他会排出时间看一点书，再没有时间上大号的时候也可以看呐、啊，我就常常你们知道吗？就在大号的时候看，那个看的那个书，我就把它称为大便书。那每次看一点，每次看一点，一本书也很快就看完了，你知道吗？好。顺便讲到这个是不太相干，在上大号的时候看书特别卫生，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你看书，然后你就不紧张，然后你那个要大便哈、哦，也就不用用力，它就很随顺，你知道？它又随而且顺，这样，然后你也不用很用力，这样，所以也不辛苦，你知道吧？
所以每个人，所以大部分上大号的就都是很努力，对不对？哦，想要赶快把这个事情完了算了啊。那我就没有，我就变成这样说又不好听了，变成像上大号这种享受一样。嗯，好。所以我说，因为看了密林阿舍里的这个传记啊，晚年的传记，所以就激励了我，启示了我，激励了我啊，然后就要想更进一步，比较不那么静态啊。那我以前一直只是认为说我只要注经译经就好，那其他的就由佛菩萨跟天龙护法去 take care 就好了啊，这样的。可是后来事情好像蛮不是那么回事，不能只是这样子。我就更进一步，那就讲了那个密林阿舍里传记以后，忽然有一天呢、啊，这个佛菩萨又给我一个 idea 啊、哦，就说这个要用写的。哦，顺便讲到，我刚刚讲了没有讲清楚，你上大号的时候看书不能看佛书，你看语言的书啊，这英文、日文都可以，啊，国文也可以。法需要我自己去哄，佛菩萨不会替我哄，对不对？不过我以前就觉得说那是他们的事情，哎，可见好像不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呢，要正法昌隆，不能只是难过哀叹，做事正法衰亡，就是哀。所以呢，接着我就决定了说，因为三月的时候在台北这个华藏园区做了42支门华严42支门灌顶法会，那所以我就决定了，今年年底，我想是10月10日左右，要到高雄去做一场。也是华严42支门灌顶，那这是今年2011年，那明年，初步计划就是北中南各做一场，就台北、台中、高雄，那以后，然后2013年再加上花莲啊，所以北中南东。那每年都去跑，事实上我是很不喜欢，又很累，但是不能，现在不能怕累，不能偷懒了、我如果不哄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好，那我这样子去做哈、事实上，我想到说，我是依世尊释迦如来的榜样。释迦牟尼佛一辈子，他这个全印度走透透了，然后每个地方就住一阵子，就几年这样，然后就再移到一个别的地方去弘法这样子。所以啊，我就学世尊的榜样，他乃至于，到了渡海，到了斯里兰卡。去传，所以斯里兰卡的那个的佛法是印度本土以外第一个接受到佛法的地方，比其他的南传，就中南半岛的乃至于北传都要早，就世尊在的时候就已经传过去了，所以他等于是这个最早接触到佛法的外国，印度以外的外国。所以呢，我也应该要这样做，就是努力的这样的。那乃至于我上次有讲到说，要成立这个汉传正法，这个复兴共修会。
这一定要做，但是现在就在进行中啊。哦，顺便讲到，我为了要建立新逍遥音经院呢、啊，那现在这关于这个政府的手续以及工程啊，哦，跟建筑师啊那个都在谈之中，那要有一些东西必须要先弄清楚，所以我星期一下星期一几号？18、19、20要到日本高野山去啊、哦，所以。这三天星期一跟星期三的讲经活动就要暂停一次，就是18号的小止观，20号的唯识三十论诵暂停一次啊，在这里先跟他讲一下啊，所以所以我现在此后就是。我说很忙很忙，那真的是变成大忙人了啊！我希望我能够忙得过来。好，接着，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上次我曾经讲到说，我这个旨意啊，就是。紫色袈裟对不对哈？那个是高阶的出家众才能够有的啊，因为这个以前是这个皇帝所赐的，对不对？紫色啊，四紫沙门了啊，四紫沙门啊。那为什么？因为紫色是最高贵的啊，这样的，所以皇帝赐给那个国师。是给紫色的衣，那另外我们显教有那个红主衣，对不对啊、哦？那个红主衣，本来也是那个皇帝所赐，乃至于你们所穿的那个，不管在家出家的那个，海青啊，也是皇帝赐的啊、哦。因为你看看，你那个袍。那个袍袖很大，对不对？那个大到什么地步呢？那是一品大员穿的，他那个官的大小就看他的袖子的大小就知道了，你知道吧？所以你是不是很长，对不对？哎，那乃至于你有没有看过日本电影？那个日本电影哦，他那个大官哦，他那个衣服的后面拖好长，对不对？有没有看过？哎，就拖得越长的，那个就是官越大，这很费布，很不环保，对不对？所以那红主衣也是皇帝所赐，可是后来就这样相传下来，于是这个大家都穿了这样子。那可是大家都穿这个，也合于这个大圣的道理，什么呢？因为大圣要鼓励大家要发心成佛做主，对不对？所以出家众都只要一到了一定的年限就可以穿红主衣。不过这个女众穿红主衣的情况就比较少一点啊，除非用特殊的情况啊，那也要那个戒腊够了，然后碰到大的庆典的时候也是可以穿的啊。那不过呢，大庆典很少。那如果买了一件红主衣又蛮贵的，你看我上次买了一件7800，那只穿一次两次啊，好，所以有点可惜啊。不过好像穿一次两次也是值得哈、哦，为什么？做这个主的这种感觉啊，好。接下来讲啊，那个关于这个密教传法师的那个名称，我们称为阿舍里，对不对？这上次讲过，现在再强调一次。有一些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字哈、哦，如果依这个有边读边来看，应该是念阿舍里，对不对？啊、哦，
那个字典怎么铸成什么阿都里是不是？那个笨电脑啊，哎，对，把它铸成阿都里是乱七八糟，哎，所以阿舍离那个北平音已经错了，那个电脑更笨，就搞了什么阿都里。好，那你看看他这个应该念阿扎里亚，所以很近吧？阿舍离阿扎里亚。可是北平音念成北平音反而错了，被阿舍离就差很远。哎，那阿那密教的这个从古到今都称为阿舍离，那阿舍离的意思是什么呢？清教师，清教师，什么叫清教师啊？就是亲自教我的师父，就是清教师啊。那么本来这个是一个通称。到后来演变成就是变成密教的法师啊的那个教授师的特称叫阿舍离啊。那事实上什么叫清教师？那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师父嘛。对，但是他已经变成一个专有名词，那因为他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也不翻他啊，也不翻他的意思，而还是照那个音。所以这个阿舍离就等于是这个一个密教传法师的一个抬头啊，的一个抬头，那他的职位啊是法定的职位啊，是诸佛菩萨认可的法定的职位的抬头啊。所以我刚刚得法的那1996年得法的时候，然后我的弟子啊，也都没有人习惯，也都不叫我这个阿舍离，也还是叫我师父。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把人们改过来。哎，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世尊证了菩提以后，然后就成佛了啊。那有两种人，还是不称他为佛或是世尊，还是称他叫做乔达摩啊。一种就是他在俗家有一些在俗家的亲戚，一种就是外道啊。所以外道不承认他是佛世尊，所以一见到世尊的时候就很直接的就喊他趋檀啊，这样子。可是经过一阵谈论以后把他降服了，都是喊世尊怎么样。哎，那所以我得了这个阿舍离位，那你们如果不叫我的话，那等于是不承认我是阿舍离。对，哎，这有罪过。哎，因为譬如说我如果一个人如果譬如说做了市长，但是你又不喊他市长，这不对嘛，是不是啊？一个人如果得了博士学位，你又不喊他什么 doctor 什么，这也是不行嘛，对不对？或是他是医生，也是应该喊什么医师嘛，对，是他的身份，也是他的职位，也是他的光荣。哎，啊，可是你又不给我这个光荣，也没办法啦，啊。好，那么所以这个正统的密教的传法师叫阿舍离，而不称为上师啊，这我上次讲过。那因为大家印象这个已经被扭曲了太严重了，所以我再讲一次。还有很多这个真言宗的弟子或是乃至于是阿舍离，有时候他也迷糊，他自称是上师，这就迷糊了。哎，上师是什么？上师是藏密，中国的藏密的弟子翻译的，把Rinpoche 这个藏文呢翻成，把这个藏文翻成是上师。事实上这个 Rinpoche 在藏文里面也只是 teacher 的意思而已，就是老师，也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师父这样的。那但是学藏密的人呢，
却认为他们的师父呢比、这个显教的师父高明太多了，所以不应该也只称师父，所以就把它称为上师，这样比较高。所以就演变成就是说这个藏密的这个传法师呢就一都被称为上师啊。那所以不要就混在一起啊，这个正统密教阿舍里就不要把它变成是藏密的法师啊。好，那么再讲这阿舍里哈的这个严格啊，阿舍里的严格也就演变了啊。原来阿舍里哈，最原来就是指通称是一般的师父，到后来就变成特称。那这特称呢有两种，在密教就是传法，密教的传法师得到传法灌顶的那个职位的，那么叫做阿舍里啊。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在显教就戒场三师啊，戒场的三师也称为阿舍里啊。那么说得戒阿舍里，第一个，第二个结魔阿舍里，第三个教授阿舍里，或是受经阿舍里，这是在戒场的时候有这样三种阿舍里。不过这个三种阿舍里呢，是临时的，也就是说只是在戒场的时候称为阿舍里。那出了戒场，他就不是阿舍里了。但是密教的阿舍里一得到阿舍里位的时候永远是阿舍里这样的。另外还有一种阿舍里，还有两种都是跟戒法有关系，剃度阿舍里还有依持阿舍里这样的。只不过这两种通常都不这么称，只是很专业的时候这样称，所以我们通常都讲说剃度师、依止师这样子，但是他的梵文就是剃度阿舍离、依止阿舍离这样子，所以你要称他是阿舍离也可以这样的啊。好，那么但是唯一最特殊的就是密教的阿舍离，他是一个很尊荣的一个地位这样的啊。好，接着哈，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资讯啊，正密与邪密之判啊，因为现在佛法很乱，然后那个邪密也特别多啊，那有很多自创的啊，那有的是模仿别人然后再创出来的这样子，然后有的就忽然。他就变成什么金刚大阿舍里了，那不管台湾、大陆，都很多，但是你要真的要会分辨，否则你上了那一条船，不晓得是白的还是黑的，都搞不清楚，然后你上了，若是那条船是黑的，那如果又有黑风吹去船房，那就堕落罗刹鬼国。好，什么叫正密，什么是邪密，所以你要学一定要学正法嘛，正法的密叫做正密了，那一切不正的都叫做邪，对不对啊？非正即邪嘛，对，所以我们讲邪是很难听，可是呢这法如是故，你在法上你不是正就是邪，正就是这样子，中道就是正了，那你稍微有点偏就是邪了，对不对？所以就好像这个六祖大师，人家问他那个梁武帝的事情啊，然后
那梁六祖大师说，这个五帝心邪，对不对？这骂得很重，是不是？可是这个六祖大师是一一的正道来讲的，所以就说他是心邪啊。那不正嘛，心不正就是邪啊。休息一下。